好，那好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来到这个元山花博这样，然后遇到一位，我猜测是高校生，但是不确定。哎、欸，你是扮演什么角色？我是自创的，就是 JK 的衣服这样子，就是 JK 都是日本女高中生。哦，对。那当初怎么会想要玩这个 cosplay 这个东西？其实我这个不算 cosplay，、哦、对我就是自己算私服想穿的。哦，对，就觉得，那你觉得你穿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很开心，很开心，是不是？对，对自己开心真的是蛮重要的。穿自己喜欢的衣服，对对，要有自由的那种，散发自己的那种热情，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。好，那今天你是我第一位采访，真的吗？对，非常荣幸，很荣幸，对，因为幸会，因为有些人他的表情比较凶狠，比较不好接近，对，感觉可能会，要讲话要软一点那种感觉。如果你感觉，比较好接近，对，有亲和力。有吗？对，你觉得我有亲和力吗？有啊，真的吗？就是刚刚走过来的时候有吓到。哦、有吓到吗？对，觉得莫名其妙来了一个高。对对对哦 ，OK。对。好，那今天那我就采访到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个现在我们现在人在哪？那个 FF。哦、FF， 现在我在花博这样，然后遇到一个。很酷的人，好、哦，这样介绍怪怪的。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个妆容是什么吗？这是七大罪的伊丽莎白，就是原本的伊丽莎白。原本伊丽莎白不是现实中那个女皇，是吗？对。哦，是哦。也不是。哦，不是。你是不是对镜头不太习惯这样？哦，好。那我再问你一个比较国际化的问题，这样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美心也要美，这样。好。就是好多人啊，等一下、哦、我想一下、哦、考一个地理的问题好了。好，你知道白宫是什么颜色吗？白色。好，答对了。好，就这样，采访都到这边。这样，好，谢谢。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服装吗？哦，就是不是打扮，是谁？那你的理念是什么？碧蓝航线那个吸血鬼他的旗袍的一个造型，然后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哦、OK， 没关系，因为我频道就是以尴尬出名的这样。那我有一些问题很好奇想问，就是说，你背会不会觉得很凉爽？你可以转一圈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对，那背会不会觉得特别的凉爽？不错啊。哦，不错。嗯。那高跟鞋穿久会有什么感觉？脚会很痛啊。脚会很痛。脚很痛哦，那你都怎么缓解你的疼痛？不要穿哦，不要穿。OK， 好，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，这样，问一个有知识性的问题。好，我在想那个问题。台湾的首都在哪里？台北。哦，答对了。好，那我今天采访就到这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现在在。元山花博这边这样，然后遇到两位coser 这样，然后想要采访你们一些问题。那你先好了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打扮的是谁吗？这样，我是阴阳师，手机游戏里面阴阳师的萤草。那这一颗是什么？可以介绍？这就是萤草啊。哦，萤草本人。哦，对对对，萤草本人他在这。很像一朵云这样，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服装吗？我也是阴阳师，是四个主角里面其中一只沈乐。那你可以就回答一下，刚刚等隐形眼镜等大概多久？等从到了到隐形眼镜拿到。他跟我说大概最快的话10点，我等了2个小时。哦，那到时候再 tag 他给他看一下，这样。好，那我最后问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。就我刚刚提到的，我刚刚提到吗？没有嘛。好，你说看。对，我先问你好了。3+2=多少？我觉得有点难呢。你觉得有点？大学没有教。你有3+2=5？有概念哦。好，那我采访就到这边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对对，我不能代言这个。你站这边好了，我怎么毛怎么那么多？好，就是我现在在有一个人看着我的这个花博，
这个展叫什么？FFF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长进的非常清楚，他有点紧张这样。那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这个妆是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今天穿搭是什么概念吗？就是今天我是出明日方舟阿米亚的泳装，也是复活节活动的特别品。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是去海边玩嘛，所以就会，对，是去海边玩的衣服，对，所以基本上就是搭常见的牛仔裤啊，然后对，虽然稍微做了一下改变，就是不想要穿泳装，所以里面是直接用肩带的方式去处理，就是希望可以营造一个比较夏天的感觉。哦，对，对，我有感受到，而且这个气温也是还蛮夏天的，还蛮夏天的，真的呢。对对，那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这样就是说，因为现在风有点大，就是有台风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风。你是怎么样避免帽子飞走？如果不靠手的话，如果不靠手的话，基本上就是。有点难，就是我会用，就是我会基本上就是用头手扶着，然后基本上因为我头也够大，可以刚好卡住这样子。这么坦诚，对，我觉得还好，没有很大。OK， 那最后一个问题这样，因为你朋友这样手会蛮酸的，所以我问最后一个问题。美国的首都在哪里？首都华盛顿。哦，答对了，你没有回答纽约，蛮厉害的。好，那采访就到这边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